然后这里我们开始刷几下的红点吧，虽然我们一会儿还要把这个充值再充一下。哎，我觉得他不会给那样，最多给一个这个38对吧，我觉得充一个1000块钱我觉得问题不大。天道法系不管了，然后这儿1000块钱有没有，1000块钱刚好有一个双倍的，给20万元宝充完。好，看还有800块钱，我先再充再充600就够了，每日得充。这里1800，哎，差了200呀，差了200，我就到这个2000了，差一点，我要把这个时间的也拿到，我有点想，来再来个500吧，再来个500就 OK 了。今天这500充之后，好像还要还差200，我的天，还差120，还差120呀，呀，没有了呀，完了完了，他们有限购了 ，VIP 23了。对对对 ，VIP 23了，来看一下 VIP 啊，这是看不了，等等吧。这里限时活动，充值转盘转完4都可以转。来，这个又有个时间单，等下应该有个328，对，但是也有可能没有，因为我这个没有什么规律，我发现，我们就等等。哎，这直升单出来了，然后12星红装，随机的搞一个，一会儿还有328，行，再来个328，刚好今天充2800也能接受，对吧？哦，这可以领取。然后可以没有任何担忧的去升级了，对吧？还有个5阶的直接提升，在哪儿下载的？来打波广告，欢迎去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七里网络，7公里的七里网络，哎，这4个字，然后就可以进去，就下面就有这个游戏，直接进去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找这个客服问一下那个安卓的 APK， 对吧？安卓安装包在哪儿下？然后也可以找那个客服充值，客服充值的话就特别便宜啊。哎，等，不要自动购买。点错了，我不需要自动购买，自动购买有可能会出 bug， 就一下这个钱就没有了。然后他这个游戏是4折，就是10块钱，游戏里的10块钱，你实际上只用花4块钱就可以了。这号预定出去了吗？还没有。我觉得预定的话就，我觉得我可能要充到50000吧，现在已经充了20000多了，到了月底应该是有50000，50000的话实际上也花了15000块钱，所以我卖个4000-5000，我觉得还可以。5阶吃完了，就只剩10阶的了。我的天，来给这个升到9阶，然后这里20个20个的消耗的好多啊。我们给第一角色学习下这个技能，全都学习一遍。这里有138本书，先给最后一个升。好，一个就加11万战力，这个比那个有用多了。好，升阶8升9，给了一个破魔飞剑，这号200卖不卖？不卖。又来一个弑神飞剑，哎，这个9和10还不一样，这个羁绊一会儿再点。但是这里先把这个升满，升了2个就加了20万，再来升2次，好，升到5级了，又加了20万，可以了。还有一个10阶的，我的天，现在没有6789的这个进阶单，感觉还是很麻瓜的。然后这儿直接升吧，直接提升好了，小屁事。那4000不行，3000也行呀，对吧？白日梦做一做也没有关系，对吧？把价格定出来之后再讲讲价，对吧？给点甜头。一般是这个套路，然后才能卖得出去。如果我一开始定2000啊，别人就会和我说2000太贵了，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对吧？他又再去和我砍价，那我就觉得很头疼，对吧？充那么多钱，充15000，然后你还要给我讲价，我就觉得太烦了。以前玩的游戏有大佬4000亿玩了3年，哇，4000亿3年，说不上来吧，因为我觉得这游戏后面贬值很厉害的，对吧？就是这你战力贬值很厉害，你4000亿应该没有充多少钱吧？你要每天像我这样充，那一年肯定也就到了1000，你要了。好，已经有人充1000了，不卖我再加价，然后卖了你就当没说，是吧？这号的话，如果真心想买这个号，其实这里面也不存在说带一带我这个水友，我这水友到时候可能也不需要带，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哎宗门然后一起互动，其实那种环境很少的。 VIP 23礼包，好的，等等， VIP 没有23礼包了，我们先升级，先给的这个升到，哎呀，升不到了呀，刚刚好升到8阶，哎呀，惨。如果真有心想买这个号的话，我2000也可以出，对吧？2000你们直接打款给我预定一下，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给，其实妄图也不强求说要这个钱什么的，对吧？也不算送号啊，就还行。然后 VIP 23领取这个分神之法，伤害加深3%，灵体丹，
啊，这个橙色的高级佛底丹16个，也是橙色的圣骑之灵灵血。然后这里啊，这个每日的礼包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这个铜币感觉多了一点点，背包格子加380。然后接下来你们看一下这个 VIP 礼包，确实是没有的，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他不清楚啊，但确实 VIP21 之后我就没有了。这个游戏你怎么做的？你有抓住这个氪金玩的感受吗？你这个 VIP21 你就停了，你能不能当个人给我们搞点那个可以氪金的这个点，不然这钱都花不出去了。充了好几千，你2000就卖，2000卖的话有人买那也行啊，关键是没有人买那不就亏了吗？这可以激活一个这个天凤，加了320万，这随便升，这个并不讲究啊，直接升就可以了。现在出 VIP25 的，好的好的好的，等等看。什么玄木什么阴大法，我的天哪，这名字以后你们设计游戏的时候不知道要搞一个什么名字的东西对吧，就来这种小游戏里面找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1000你预定，好的，我觉得我先定个2000好不好。之前那个号是多少钱出的？傲世飞仙啊，傲世飞仙我是2000块钱出的啊，贼亏。我说出个5000吧，结果好多人说3000-4000他也能接受，后面这个5000就没有人搞了，你知道吗？就定价定的也不算高，其实你想充个10万你就卖个5000都卖不出去，真的是贼亏死了。用的是微信账号登录吗？这个不是微信登录的，就是气老板他家好像没有微信登录这个功能吧，我是自己在他网站上注册的，然后这儿领取一下这个东西。来先分解一下哦，这个玄木化阴大法就是刚刚开出来的，加了50万战力，然后多余的图鉴啊，这儿左边没有红点了，可以都分解了。一键分解，哇，给了那么多2000点，这2万的话可以加很多的，一个升满加了54万，还不错。木马这个也升星一下，火鸟升星，好的，等等，就加了15万，哇，这个好惨啊，才加那么点，这个再升一下，好，又加了20万，我的妈呀！妈耶，又加20万，这战力已经不当人了。好，这下子应该完成了。来，时装升星，哦，在这升星，有的有的有的，不好意思，眼睛确实有点瞎，加了64万，自动提升算了。来看一下这个生命宝石，然后这是披风境界单，我们搞这个神兵对吧？今天是这个飞剑啊，不是神兵，飞剑的搞了，飞剑我今天想全部到9。来850个，好，全部开完，哇，这3个异兽蛋，随便开一下，给一个失眠兽，还有2个看不着，进阶单暂时不选吧，这只能选这几个，那选一个随便拉倒了，来50，然后这红色任选我们一会儿开一下，月礼包开一下，这个三巨宝石开一下，2颗，集运礼包开一下，然后还有6元秒杀开一下。今天我宣布充值环节差不多就结束了，还差个啥啊？这世界服晚上8点钟开启。对了，对对对对对了，今天有个世界服，别忘了，对吧？2v1跨服开启，然后给什么奖励？转身修为，还有27分钟，准备一下。遭遇战、擂台战、日常先领取，护送啊，再护送一下。然后淬体，这是19层的升了，元髓升一下。飞剑第三角色升，好，稍等，因为我想把那个角色先升到9，哦，要开45天，不好意思，激动了，瞎激动了，刚才那个不行，然后这转身我看还差多少，转身还差，哇，最后26万，大哥大哥，充值间还差100多，但这个没有提示出来，我觉得不用等了，直接充完吧，100，我充个这个100岂不是很亏，充个这个也啊更亏，这两个我留着明天再充，然后我充个130块钱，这130块钱有点坑的，来先充个50。然后再充个10块，然后再充个100啊，再充个50吧，我看一下，我要仔细计算一下啊，今天充了24、47，还差53块钱，53块钱充60块钱对吧，充20-30的。现在还有玩斗罗吗？没有，明年会有主播带你去玩的，今年没有了。来，最后30，快餐游戏充1毛钱都亏，好，今日得充2500可以领了啊，终于可以领了飞剑进阶单，这1000个，哎，还是挺有用的，来领取。哎，给这个，你看18、5，这个8的先升了，还充10万一梦江湖吗？这个出场请我可以考虑，但不请我算了，先给这个升一下。好，刚好升一个到十阶，走，破魔飞剑，弑神飞剑，好了，羁绊的话就比较菜，没有办法了。然后这儿我先激活6阶。啊，5阶才能激活5阶，欠，来先激活这淬体，哦，这里母体先升一下级啊，升阶，
加六千，把这39个用完。出宝那里哦，马上看一下，元髓两颗，加了5万战力。哦，元气六颗，六颗加了67万。哦，刚刚很快的出现了一下，压标准转世了。好的好的，等一下，他这里很烦人的，加3万，一直在打这个多人副本，知道吧？然后这可以激活圣体，哇，圣体也可以激活，这个圣体从来没有过来。先把这个16颗用了，加了3万。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加的那么少，烦死人了，烦死个娘嘞。然后元气有3颗，使用一下。好的好的，然后这再升阶，再提升190颗，这100个就用了吧，省点时间，把这个技能开一下。攻击目标时概率触发目标破防10%，领悟神通分解一下。哇塞，那么多还不能兑换吗？235个，还差170。飞与剑激活一个红的，哇，加9万，哇，这个四转的来了呀，15万，129万，刚才143万，哦不对，14万，12万14万，不好意思，我弄错了。现在就只能学习一下这个技能了呀，来学，随便学习一下，这个石阶的也学习一下，主要是把那个石阶的学一下。等一下，先把这两个开一下，然后我要给这个第十阶的这个技能升一下，这个能加很多的。我把这里的这个精灵升一下，4颗，然后5颗。30万，好的，紫灵再喂养一下 ，OK。你们叫我们买的话，我可以稍微买一点啊，买个多少？买个5万先，对吧？这个我们开5个，一个是10000，一颗，5颗，好了，5颗买完又有了1000个，其实1000个好少的。然后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笑死我了，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新闻。他说有个男的去医院检查，然后说肚子难受，然后医生检查之后说，哎，这个肠子里有东西，然后取出来发现是一条鲫鱼。问这个男人怎么回事，这个男人说，我不小心坐进去的，坐上去的。然后笑到我昨天睡不着觉啊。这儿又升到七级升不到了呀，这羁绊升一下，我要不是这个羁绊，别开车。好的好的，进入目标啊，六个领取。他就是说哦，全部到达八阶，这个我是要的，哪怕我把它分解了，对吧？这个八阶的我是要的，我今天再买点儿，把这个八阶升一下，对吧？这儿六阶的再提升一下，好，5万，对吧？然后再把这个背包里的再开个，哎，再花个5万开一下吧。来，四折的还是可以买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来七阶提升一下，提升到八阶就可以得到那个十阶单，一个十阶单相当于是给1000个。你看我刚刚升到了这个七阶，三个七阶他才给了300个这个单，但是一个那个十阶那个单他就抵得1000个这个单，还是很划算的，相当于是4-5万的这个元宝呢，至少。好，升到了，加了5万战力，飞剑中宝，来新目标领取。好，现在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这个传说物品这500个，哦，有限时的，先提升好吧，先提升一下。这十阶的肯定是九阶提升到十阶才划算，但是现在如果要九阶提升到十阶，我至少还要开个6-7个，好像是不够的，这才5个，五个开了之后它也不够，还得要买这个飞剑特惠，这个是6折的，贼他娘的坑，我的天哪，还是开了吧，全部升十阶算了，对吧？反正我这个元宝很多的，今天这个抽奖的这个元宝肯定是够的，大家不用担心。来，先把这个用了，1200就根本不会升到9，7个，你看着这个肯定不够，很烦人的一点。哎，不过说实话，这个是3天的，对吧？3天的时间，我们明天后天其实还可以再来看一下，他有时候会给这个限时的，他如果给限时的，给了1000个，对吧？随时有可能给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省钱了。但是无所谓，这儿只差一点点了，我们看一下，这儿首先看一下，这是6.2折，那先开这个吧，这个是6折的，哦，这是5折的，开2个，哦，开1个就可以了，就一个3万的，开1个就够了，我的天，600个，应该够了，对吧？如果明天是跨服消费吧，好，这儿直接升9阶，加5万，再升10阶，加18万 ，OK 了，羁绊全部激活，然后加了150万，再激活一次，又加了60万。好，飞剑珠宝最后一个可以拿到了，给了400个，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妖兽的红的角，还有一个天罡生命，哇，天罡生命给了，先把这个里的这个邮件先领取一下，然后全部删除，图币给了好多，好友点个赞，然后守护这里助战妖兽可以开一个了，然后
找一个，你歪的，这里是红三星的竖角，有一个，我的天，找一找，这鳞甲就差一个鳞甲呀，只能开这个了，来开一个这，红荒鳞甲，一爪，竖角，妖瞳，獠牙，直接守护，好，又加了300万，然后这角色时装，我们激活一个，点亮一个羊驼，等噔噔，激活，哇，百分之比的暴击加100多万吧，应该是126万。装备一个这个天道法系至尊加到20万，然后这儿我看一下，这个已经到加10了，平均升一点加27万，然后人物这里是可以吞噬一下，直接吞噬可以升一级加了3万，太少了，然后这一件装备九转的直接分解变成十转幻彩了，幻彩10给了，这儿全部升100，好，点很快啊，啪一下很快啊，年轻人这手速练得可以啊，这里又有一个红的，这红的先把这里的先练一下，这边都是橙的，你看这边都有一个橙的，先把这个伟哥搞一个红的，搞不了红的话哦，命中加哦，哇，又是命中，搞不了红的就搞一个橙的，哇，这个又加12万，这啥防御百分比，又攻击又加12万，哇，这几个还挺好的，刚才这个0.78的攻击和那个红色的很接近了，红的就0.8，这个真的很给力，又加了2万，好，这个听起来还行，我这个加12万，2.6万，不行啊，还是要刷这个百分比的。好，今天就先刷到这儿，我加10万，明天我们就看哪个加的比较少啊，这个不能看他这个战力，如果能看哎每一个的这个战力就好了，就这个先这样，然后晋升，我们先晋升一下史诗的晋升城传说，然后继续还是离开继续吧。